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咬不到他。 这波换血很亏啊。 这不能叫换血了，这叫挨打。 哪是换血？ 果断。 追不上呀，这他音速比我快一点点，吃果子去了。 你从后面绕过来，你不能这里过来。他点信号非要我上的，那我不能不给啊。应该绕一下的，等我推线好。啊，这个 Q 没打到他这个 EQ， 得往后拖一拖了，我们对吧？前面有点打不过呢。 没办法，我这波没闪现了，上波闪现交错了。
악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악을 이탈했습니다. 快点，他不然他死了。他助攻都没拿到，这奇安呢？ 说实话不太赚，这，我们中路沙皇已经开始拖起来了。 这个 TK 省。喂 ，TP 这波可以多吃个卡皮，他有 TP 我就不太好吃了。上头了，对面。
骇客想抓我。听出来好像能反杀，泰克还有个 E 呢，我这波不够细节了，最稳妥的方式应该是双 E 拉开，这样子进行一个操作。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，这样就不太亏，操作不好。这波我知道派克在，我要上去跟他打。我知道人在，我知道这眼都看到了，不是睁眼的问题，知道他在，没操作好，是吧？对面的阵容很差，派克拿的头还行吧，武器分了个300块。他地图上是从这边眼上走过来的。我前面掉太多血了，没双翼拉开，也是个符，出出来就反杀了，出不出来。没事，小问题的。对面这个阵容打到这个局面已经记了，说实话，毫不掩饰的说，他们已经没得玩了。已经临时开了，这加分了都，没什么翻盘机会了，对面。这塔得踢过去，走过去已经没了。可能有人觉得我在放屁，等一下你就知道这沙皇有多变态了，打对面这种突进阵容。这怎么办？好闪现！应该拿资源了吧，还要追沙皇，沙皇先反杀，没反杀得了，撤了吧兄弟。武器有闪现的，这波我没 TP 用来守下路一塔。可以放给他，这把要出黑切吗？这塔我应该守不住了，应该是有爆破的。给了呗，不能都想要。要做黑切吗？对面这把阵容护甲也不是很高，这奎桑提也就那样。
导演出深渊面具感觉很关键。下路好像没人守，我踩住了。但还是感觉出黑切主动性强一点。我控中线就行，队友能拿资源的，中线别给他们推了，大家小心别死了。我身上三千块还没回家呢，嗯。疯掉了，非常体验。还是做个黑切吧，比较有主动权。他们点，我说的对不对？9-11，我就说临时开，对面已经加分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